歌手林宥嘉和有香港蔡依林之称的邓紫棋传出了绯闻，两个人在香港就被拍到拥抱跟接吻这些亲密镜头。只是林宥嘉当场发现他被拍了之后情绪失控，跟摄影记者当场拉扯，想要抢下相机。 两个人在26号被香港的平面媒体拍到一起吃饭看电影，虽然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跟口罩，但举止就好像热恋中的情侣，不时熊抱勾肩，甚至是隔着口罩拥吻。但直到被记者上前拍照，气氛顿时变得火爆。林宥嘉企图抢下相机，双方发生激烈的拉扯追打，邓紫棋在一旁大喊：“不要这样！”林宥嘉却说：“我不想保持风度。”双方扭打，还因此惊动了警察。我歹突然冲出来，我觉得他下意识第一个反应就是打，就这样子，他没有动手打人。 他们就是好朋友啊，基本上公司是不会就是干涉艺人，我们也很鼓励他们交朋友。你讲啊，你觉得林宥嘉咁点咧？系咩啊？系林宥嘉又而家系你非现在式嘅非物男朋友啦，咁佢又可唔可以符合到你嘅择偶条件咧？其实全部都系，但系不如太高喎。如果太高，俾我又好似巨人咁样咧。强调男友不需要太高，只要有才华。看来邓紫棋已经默默认了林宥嘉。